第37题，一杯质量为200克之温度为60度 C 的水放在空气中降温，若不考虑水蒸发时质量的微小变化，当水温降到20度 C， 这约散失多少热量？这当然就是很简单的 H 等于 ms delta T 的计算。那我们质量呢是200克，水的比热是1，温度变化呢从60度降到20度，所以 delta T 是60减20，也就是200去乘以40，也就是8000卡，所以呢它散失的热量是8000卡。因此第37题问我们说约散失多少热量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 8000卡。